政府拒絕精進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註冊續期的申請，外界關注其他涉及公營房屋項目的建築公司如果不獲續牌，會影響公營房屋供應。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關注，但是支持按法律法規處理。整體我們是要照顧職業安全的，而按照法律法規去做，亦都是香港一貫去確保我們在做任何事情呢有規有矩，而且個標準呢是符合我們的要求。至於我們因為這個建築公司或者其他，雖然不是這間建築公司，但是可能有關係的，我們亦都會按住我們的法律法規去處理的。我是關心當然我們整體的公共房屋的供應的，這一些建築公司過去因為有問題而停止運作，我們都是有經驗的。所以無論發展局局長也好，房屋局局長也好，對這件事情都是很全心投入去處理的。咁房屋局局長咧，你喺呢方面咧係會研究嘅情況，我亦都提醒咗佢喺呢方面咧係做一啲整體嘅研究同埋審視下嘅情況，之後佢會向我匯報嘅。